欢迎大家收睇，赛前嘅准备功夫咧就做得差唔多噶啦，天色咧就非常之好啊，万里无云，令到大家咧就加倍期待呢一场波嘅来临。喺啲咁嘅好天气之下睇波，本身都系一件乐事啦。呢一个球场系呢区最大规模嘅球场之一。系时候啦！高空传球，基利安麦巴，基利安麦巴比，辛辛苦苦啊追个波翻嚟，不过最尾系塌咗 Q。呢个波其实俾得好靓噶，可惜嘥咗。揾喂射佢啦，入网！嗱，头先个比波如果迟少少咧就会越位噶啦，而家就啱啱好 time。卡昂先入一球，咁早就嚟入波，睇嚟已经令到啲球员咧冇咁紧张，可以再踢得放松啲啦。及时解围啊！有冇队友可以立翻个波咧？俾啲压力佢，睇下落唔落呢球点咧？传得好，入埋就完美啦。呢个波进攻都系几美妙啊，防守啲球员都挂住睇啊，唔失波咪算系好彩啦。应该都俾球证罚噶啦，解围成功，有冇机会打反击咧？个波传向左翼，基利安麦巴比。这个直线靓啊！守门员大脚斩出去，苏亚雷斯可以解围啊！苏亚雷斯攞到波啊，传咗个地波过嚟。解围做得唔错，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攞到个波，基利安麦巴比射门，苏亚雷斯攞到波啊！苏亚雷斯攞到波啊！嗱，听到鸡声啦，上半场完。头四十五分钟啊，几刺激啦！目前虽然得一个入波，但系比赛嘅战程系精彩嘅。睇完四十五分钟啦，有咩睇法先？卡昂应该系几满意上半场嘅表现啦。虽然对手系有攻势啊，不过喺咁嘅情况之下，佢哋嘅反击战术都好成功嘅。卡昂半场领先一球，下半场已经开始啦。领先一球系好大意义噶。咦，防线有个漏洞喎，吊高个波，呢个波比好些少嘅话咧，会系个好机会嚟噶。对手后防啊，睇得好清楚啦，睇嚟比波要比得准啲先得。好机，好机会啊，可以去庆祝啦！领先两球波，现梭球啊，完全控制晒形势。
迪利安麦巴比完全知道队友是会给个波的，他任务就只要不要越位就得了。卡昂连入两球，而家领先2-0。领先1-0，你可以话冇乜优势啦。不过嚟到2-0啦噃，咁就好稳阵啦。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今次得唔得啊？救得好，冇得弹嗰只啊！哇，救得一流啊！呢个波反应够快先可以做到啊！相信大家都估到噶啦，系时候换人噶啦，差唔多到最后防线噶啦，解到围就好啦。破咗啦，得翻一个，得唔得先？又入个球，完全都唔收手嘅，领先3球啦，点睇都冇得追啊！你话一个打一个真系冇乜人赢到佢嘅，喺呢一度亦都唔例外啊！呢个波好似入紧咁嘅吓，佢完全好似知道咧龙门会点喐。卡昂遥遥领先3球，基利安麦巴比整脚直线，你有冇入啊？苏亚雷斯身形占优啊！巧妙嘅传球啊！有机会射啊！入波啦！分晒胜负噶啦，问题系赢几多球嘅啫。卡昂唔放过咧，对手比失咗个波，一攞咗个波就即刻可以反击。时候要禁制换人噶啦，啊！而且两边一齐换噃，卡昂完全冇人挡得住啊！交咗脚靓波啊！维顿汉，头先话完场啦，卡昂呢一场真系赢得非常之轻松啊！揿住对手踢，对手想还手都冇得还啊 ！Timan 俾翻两句评语啊！卡昂一开波冇耐就入咗波啦，成队波士气高咗好多啦，同埋咧就系俾到好大压力对手啊，已经好似将个胜负咧分开咗啦。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，多谢晒 Keyman 同我哋分析讲解呢一场波吓，唔该晒你啊，嘉谦。